那我就泽拉斯。我们没事的，兄弟们，我们当初我们为什么在斗鱼被打压，你懂吧？就是因为老子不干，你懂不？不然你为太有先见之明，不然你为什么被打压？所以我跑了呀。这种东西当时跟你说你不信，你会觉得你妈的我们在斗傻逼。对，当时跟你说你不信，现在跟你说你信了吧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被打压吗？我们15年就走了呀。不对，16、17年走的，17年走的，16、17年就走了，就是从18、19开始的。我们就是一个睿智，你懂吗？我是一点都没干，兄弟们，是一点都没干，所以完全没事。就是、睿智，不要聊了，兄弟们，我犯这方面我放心的，太干净了，真不干，是真不干，所以被干掉了，我被干掉了，我们被斗鱼干掉了，嗯，斗鱼现在不要被干掉了。那时候就有苗头了呀，我感觉到苗头了，懂吗？让他们耍吧，好吧，这是他们的事情了，让他们去耍去吧。我操，妈，斗鱼如果真出问题了，那我不是等于说我们带到所有平台都没了吗？但也不怪我们，就是所有平台都没了呀，啊，其实就是平台都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妈的，蛮怪的，松哥。那他妈叔叔知道这种事情不改道，我们走了呀。我们不走就没事。叔叔看到好怕，我操，你发现没有？我们不走就没事，我们待多久？永远人家一直都是慢慢好起来的，嗯，都会比以前好，但是我们一走就出问题了。瑞瑞在不瑞瑞，你想一想好吧，我们在的时候平台都是那个蒸蒸日上，懂吧？蒸蒸日上，三国杀，但是我们一走就出问题了，都开始出问题了。这么乖的现在很乖。 B 站现在直播是阿姨吗？到我去问一下吧，这我就不到了，那看多大了，不知道有我大还是有我小。